看过银发族跳国标舞吗？在前镇区的冈山仔活动中心里，就有一个舞蹈社，由专业师资带领学员学习论法、恰恰等各种运动舞蹈，吸引许多社区的夫妻姐妹一起来参加。想了解更多其中趣事，请锁定5月16号晚间播出的《熊睡力》。国标舞可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，位在前镇区的冈山仔活动中心有一个舞蹈社，聚集许多穿着时尚舞衣的中高龄者，伦巴、恰恰各种运动舞蹈，样样难不倒他们。而这股高龄运动风正是黄里长所带起的。这个舞蹈社是从2009试运在高雄市政府办的运动舞蹈延伸到现在，目前这个是都是智慧的。就是来自于成员来自于高雄各地方都有，嘿，主要是健身哈，哦，大家有个好的那个运动的习惯。从台北南漂回高雄的黄里长带回北部的经验，在10年前开始推动里内屋后沟的建制，不仅有效阻绝登革热疫情，还到各个社区进行登革热宣导讲座，分享自身经历。登革热是供每一个得病的人的身体最弱的地方，不管是三高或是 cancer 什么，不要怕，检查到以后就在疗养，哦，靠自己免疫提升就可以把病状解除掉。想看银发族如何动起来，在社区里吹起高龄运动风，以及南漂回高雄的里长又是如何运用自身经历营造出更好的社区？更多内容请锁定5月16号晚间9点播出的《熊睡力》。港都新闻张世敏、夏小新采访报道。